另外一个模式啊，就是只要魏全龙拿到下半季冠军，他们就直接进冠军战，两个人过去，最后刘基宏接杀出局，先抓到第一个起跑了，打高了，应该有机会接哦。两个人过去，最后游击手已经就定位接杀出局，也把一垒的跑垒者给逼了回去。两人出局，哇，这一球也打高了，中外野手就定位，站在那边准备接杀出局。这一球打得不错，两人追过去，落地自己乱打。这时候阿嘎老过垒之后要往三垒拼，经过一个转传之后，看起来应该是来得及三垒安打，太帅了阿嘎！回到天母球场，状况依旧是非常非常的好，专门打这种 A 级羊头，对，生涯首支三垒安打。打的位置刚好在两个野手中间呢，再加上他的脚程，一路就来到了三垒。虽然感觉这个打击的球整个动作啊没有完全完成哦，但是最后这个碰到这个球的时候，球飞得很远哦，一路上都没有放掉速度，直接就平过去到三垒，踩下去球才过来，货真价实的三垒安打。全掉有下来了，篮球场，我占你的车，超蓝的三分炮，郭彦文在良好球情况下直接扛出了天母大墙，来了一支三分打点的全垒打，真的往篮球场那边打，那就是这一颗球哦，三分炮啊。有没有今天就是可以打破圣骑士的第一发全垒打？郭彦文两人出局的情况下，一棒拯救大家，而且是好球数是完全落后的啊，他根本没有在闪躲的哦，打了就知道了。这年纪越大打得越好了。哎呦，这我车比较熟，应该大家都蛮熟的吧？懒懒哦，今天第三次的配合了。哇，今天阿文的生意真的特别好哦。Lucky Seven 这样。哎呦，这球打高了，小心哦。顺风又来了，顺风顺水，顺便接杀。套就是响尾蛇的陈胜平抓第一颗送礼，有机会。三垒手，季宏。哦。接杀出局，第一颗就被球队给掌握住了。三垒先边的高飞球接杀，也让统一师留下满垒的残垒，没有拿下任何分数，3-0领先统一。工程师，好几个、啊，你们啊？孔水、思雅、柯纳，哦，然后丁丁，哦，两颗好球没有坏球，丢丢看。哦有有，这个球没出棒，这一次总有了吧？这次不只是高度够，也移向本垒板的中间，站着不动，三振出局。哇，这个球掉得漂亮，走后门的哦。那陈振平一定觉得很外角，又比较低啊。这三垒跑了一折，有了一棒落空，两人出局的情况下。刚龙连两 K 也把垒包冻结在2-3垒，结果一分都没有掉，把这一局给守了下来。魏全龙队还是保持一分的领先。两好两坏，哎呦，中间方向有了，先来一支安打。就是圣骑士的一个狮头球哦，今天真的对圣骑士全队打得还不错，这种 A 级强都已经打了三分，给力要再补上一支安打，这局希望打久一点点，不要让那个小鹰太早离开。因为刚李明不是说他们那局跳很久，对，这局让他们再跳更久一点点，跳更久，对。哇，安打右半边，
迪奥绕过垒之后上到了三垒，蒋少在这周再补上一支安打，让李林他们继续跳下去。前面基利是打得很扎实，这一颗再跳半小时是接掉啊，被挤压到啊。对，卡仔是腿哥，这是超级腿哥，现在是大联盟应该算顶级的。大局来了，他也很年轻哎。对，他才24，去年算是应该是入围新人吧，今年还是非常年轻的一位选手，所以希望他可以来打中华队，或者来天母玩一玩，对，可以欢迎他，换你们跟他们请他们过来。就在这一局哦，要让圣骑士换下场之前，先来个两分吧。哎，又破三分，三分，哇！会不会打到车子？没关系，龙龙的没关系。张振宇再扛一支三分炮，结果今天全队两支打圣骑士，太赞了！之前是一支都没打，结果一次打两支三分炮。垒包上两位跑者的情况下，这都是一人出局啊，扛了一支。我还说两分就好，结果来三分呢。他说不要看不起我。该下去了，有没有？下去之前想说两分就够了，哎，结果要五毛给一块啊，哈哈，多了一分呢。还是让小一不能走啊！刚刚你没有看到这个三分炮，这就让你直接在上面看。对。也把圣骑士单场被打了六分啊！今天的龙龙打线太恐怖了，六分都是全垒打哦。嚯，两支三分炮，这个确信度很确定啊。嚯，这个确信度好像都快要走到一垒了，好几步。有了，站着不动，三颗球解决掉今天状况非常好的林家伟。哇，这个外角的直球就投得很准啊。今天蒋少红非常大的一个帮忙哦，几次的关键都让打者站着不动。威棒落空，三振出局。这个三振很关键，很重要啊。两个垒包有跑垒者的情况下，刚刚也被敲出安打，但这个时刻解决掉了很会打左投的陈杰宪，马上稳下来。来个内角变速球，连续几颗变化球真的很有效果啊！哇，挥棒落空就一定有了吧？让林安可遭到了三振出局，瑞欧这一局投了 KKK 连三 K， 把分数给守了下来，6-2，四分的领先。左右还有左半边，这个球进手套，林孝成跳起来，站位站得好，最后的反应也比自己极棒，精彩的接杀。再来看一下，完全不要咬中，但是林孝成就站在那边，轻轻的跳起来，漂亮的接杀。再来一个，改到外角球，掉到了陈振平。精彩的三振，左打者真的瑞优投起来就非常的顺。换了一个方向，直接从中间拐出去了。再来一个，再考验一次基宏，这一次没有问题。接到之后传向一垒封杀出局，留下了23垒的残垒。瑞欧用了40几颗球，第46颗把这一局继续给守了下来。这个球来看位置，中华野手已经就定位了，今天的顺风顺水，顺便接杀，有了啦，这一颗有了，从外角掉进来，想要看变化球就投给你看，从高的地方掉进到好球袋，出手点很高哦，然后一路掉到最底下，但
位置不错啊，但感觉是比较偏外侧，但是主审是要了啊。很快的要取得两个好球的领先了、哦，大家都买好明天的票了，最后一场。来看位置，左外手已经就定位了，接杀出局，三人出局，结束了这一场比赛。王胜和再把这个球送到了外野给球迷，中场就是6-2，四分之差击败了统一狮队。更重要的是，龙龙的猛将啊，两发全垒打，两支三分炮，轰垮了超级强投圣骑士。